OK OK， 谢谢。那最后当时是谁救你？我不知道。那对于现在有这个风声传出来，你们这边有怎么看？这可能要交给驻查或施工系统他们去调查。目前他们有传到你这边来吗？而且那个新北的检察官他们记错，因为他认识我，他认为我有去，但是后来让他们去哪里，这公司他们去餐后去哪里唱歌，这个我不知道。